想睡，可是你刚刚都没有睡耶。你是不想走路吧？是吗？你是不想走路还是想睡觉？你确定？是我怕你会被牙签戳到。你要吃吗？那你就继续先，那就先在这边把它吃完再走吧。这样好。我想把很多东西都。哎，不要勾到我的大腿。拿好。好，要你就赶快吃。我再把这个整个拿出来。